我到希腊来工作时间不长，但是呢，他们已经给我介绍过，这个很多人给我介绍过，和那里韩国人最有特色。在这个时候在分享你的节日气氛，感到非常高兴。It's a traditional pie. 我刚刚吃过饭，谢谢你。是马奇布，马其顿省的首府，是这个这一地区的重镇。我这次呢很想有机会能见见市长，对于台湾和中国的交流合作方面的想法。这今天嘛是市政府的开放日，是市长和市民们这块欢庆的日子。如果今天不行的话，明天早晨我们见见面也可以。我们就十分钟、十五分钟就可以。在我们的时间，我看哈，我们现在十点钟，我们是十点钟这个离开，要不我们九点四十五分到他这儿，或者是差十分到十点，到他这儿怎么样？到市政府。差十分钟，兄弟们，可以，我们到这儿来。